长苏贞昌13号参访台北市华英街的台北漫画基地，以三倍券购买了近3000元的漫画，并表示三倍券使用期限已经进入倒数，所以自己买了台湾的漫画作品要给孙女看。不过网友发现苏贞昌买漫画一次打了行政院的统编，结账的时候收银机的萤幕出现了0372-2403这组数字，这正是行政院的统编，引发网友质疑。不过把时间倒回结账时 ，OK， 那就收院长。三倍券，还有10块。好，谢谢。三倍券。从苏贞昌结账的时候和店员的对话过程当中，可以发现苏贞昌并没有指示店家要打统一编号。行政院也特别锁定了收银机的画面，荧幕上只列有苏贞昌购买的书籍，底下的栏位标注金额，并没有打统编的过程。而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也回应，经过调查是有交际科的同仁事先提供了行政院的资讯给店家，只是店家结账的时候没有询问是否要打统编，院长也对发票的资讯不清楚，避免造成误会，行政院已经责成交际科的同仁隔天会向院长拿取发票，再拿去更换。